请收看维新世界，维新圣教，安心真经。灵山一会万年灯，四八大愿照光明，王禅老祖庙祝圣，加持灌顶见太平，南无无量寿庙祝圣王禅老祖。各位维新圣教甲午千秋双十谢天恩法会坛上，列祖列宗诸祖灵，十方法界三界万灵，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们，阿弥陀佛。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安心真经三一命普相。命，人间的命最多只不过百岁，那么佛的寿命那就无量寿，所以我们要为人祝福啊！你要会讲话啊！有一次，有一年，我们一位信众大德，我每年初一都在这里写墨宝送给大家，有人结缘了嘛，刚好一位两夫妻啊，他叔，你帮我写一个四个字，什么字？与佛同寿。那时候我还说与佛同寿就很高兴了，好了，我帮他写与佛同寿。结果第二年就来了，叔父，你再写一个给我结缘好不好？哦，那去年写的那个呢？你的好准哦！你给我写与佛同寿，我爸爸刚好81岁，回去看一看，爸爸很高兴，哈哈一笑。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走了？他们说81岁的，那我可以走了。过不几天，等下啦。与佛同寿哦，所以我们为人家写祝贺对联什么啊纪念品，你绝对不要写与佛同寿，不然只有81岁啊。哦，所以佛在世界80岁，980亿，台湾祖师他也成佛啊，他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，又来投胎转世在这里，在台湾，他还是81岁就走了。好，80岁的时候，71岁的时候，要走了，但是呢，又没有走，他又再活过来了。啊，他说我要与佛同寿，到81岁就走了。我们第二代祖师谢妈妈，他也81岁的8月1号走，我够厉害哦。那我5年前98年生一场大病的时候啊，有人跟我说：“哎呀，啊，天公公叔刚好照当你啦。”那我现在72，明仔安夜家的佛祖哥减一粒了。
八十一条，我减一条命呢。哦，那么所以各位好好修行。若是我有那么好命，我会跟与佛同寿，那一年我就要回家了。你们现在不好好修，那哦，所以有空我们共修，都来把师父都看一次，就一届，看一届，给一届好了。不是去动物园看一下都一次好，这是告诉我们人与人的缘分，珍惜情缘，不要随便去，随随便便啊，大家动干戈，拍名修法，一见你就讨厌，再见更伤心，啊，要再见的话，我就躲跑给你追，那都不好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。我们要记住我们的寿数，这是数量，命就是表示多少的寿数，还有富贵贫富贵贱都有自己的命，命卦里面清清楚楚了了分了了分明。我们台湾有好几位企业家从到命卦里面都很穷，但是为什么会那么富有？他知道自由命，所以他就从做人处事开始，坚持礼义廉耻，啊，还有坚持的忠孝仁爱心地和平八德，四维八德，去好好做人。那命就是由我自己来掌握。命由我自己来修，福助我自己来修，寿也自己来求。求怎么求？啊，求道，求道，要修行。啊，你还没到，你满愿的一百岁，百岁还是要走，老彭888岁也要走，也要回归大地。但是哪一个没有？走的呢，各位多念圣人的真言，念佛念经诵经，而你的寿随时都与佛同寿，佛有2565年，你就2565岁，当下就2000多岁。哦，所以各位同修有没有悟在这里呀？安听我，有吼？你才几岁？啊，无量寿，哈哈！那无念经呢？你没有修行了，还是在这边世间加寿数量还有多少？随时让自己去成佛。你自己成佛，你的祖先在空界也当下，因为你们的念经回向，他们也成佛。所以今天我看到我们这次法会要48万部的阿弥陀经，结果交回来了，我看到很高兴。我这一直赞叹说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都是无量寿，也祝各位也是满你们的愿无量寿。那么当下念佛的人就是佛，行佛道的人就是佛，所以心与法要相应，心法相应方能成佛，所以各位要那个心，要有法，道法、佛法啊！所以我要各位你们诵经念经，不是没有原因的啦。好，开始讲了那么多。我先把这个好处先讲出来了，有的人呢，他按了年了，就不会念的啦，那么到
有一年我开始了，哦，我想八年了，那么开始加油，1000步，嘿，明年3月26日还来得及，按你们机会，凊彩啦，先念再讲啊，先想再讲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是心与火要相应，方能成佛，成就有智慧的人叫成佛啊，叫什么阿弥陀佛，我们的本性唯心圣殿，唯心圣教啊，所供佛唯心圣殿啊，供奉先于佛。我们中国还没佛教传入中国以前，这叫做仙，大罗金仙啊，叫仙人。尤其啊，我们研究堪舆易经风水的同学们，你们都是地仙呢，地仙呐、啊，啊，陆地仙啊，你研究易经风水研究好了，为众生服务，你的天下环境陆地仙呐、啊。天下红左陆地仙是啥啊，啊，现在老祖给我们的圣号，给我们法号，喂，全是哦，那陆地仙名字很好哎，那么叫仙呢？仙嘛，最后你做仙了呗。所以我们好多地理师都是活菩萨如来、古圣先贤投胎转世来的阿罗汉果、阿罗汉的境界呢。所以地球有500月，啊，有500月，仙是什么？三德人就是仙，啊，500个尊者在地球上500月，所以台湾祖师阿弥陀佛道家慈航说，跟王禅老祖说，你过了答应要度500位阿罗汉、500罗汉啊，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说了都没有，回头我嘛唔知啊。台湾只是一点点念吗？后来看没有讲，悟了，哎呀，三就是阿罗汉如如不动，哦，那王禅老祖他就是懂研究易经风水的祖师，所以仙的三人500个是阿罗汉500座山啊，就是地球有500座，但是老祖开示他最起码要接引500位弟子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边成就。有一次我这样讲，我们师兄班哪一位师兄师父甘妹哈，我啥甘妹，甘妹敢躲去西方哦，我没那么要死嘞，哎呦，当下成就啦，修行。所以老祖教我们要念经，而当下把握时间啊，你诵经，诵经者即是佛菩萨大罗金仙的化身，圣身与化身。所以圣身、佛身、化身啊，都是
叫做先佛之名相，就是成就者。好，所以我希望我们各位贤士同修，这一生当下要成就，不要等到来生才要成就，没福啊啦！迄阵你们投胎倒去，不一定哦。投胎起来，目睭凸凸，再哭哭，头毛翘翘，啊，巴肚大大，脚脚细细啊，啊，呼吸一装，无力好，好赶迄倒去。人间地狱，到乌干达去，非洲去了。所以当下我们要修，你诵经，诵越多的经，经错，啊，都有龙天护法来守护。那我们唯心道藏，究竟有多少诸佛菩萨圣神来加持呢？有60几位，合起来连七霄天师有100多位的圣神仙佛菩萨来加持本唯心道藏。好，我们的妙华唯心道藏鬼谷文化有这么多的诸佛菩萨来加持，所以你当下诵任何一部唯心道藏的一部经，你拿出来念，我们15615卷，啊，65册都不重复了。完了，你从头念到尾，就啊，有100多位的龙天护法菩萨，还有无量寿的龙天护法菩萨来这里加持，来灌顶，来成就。哦，所以我们会诵经的功德，有悟了你就很快乐，没有悟的话还是在那边让人翘倒，没有用啦。啊，人生不是为让人翘倒来的啦，啊，是为来成就自己。你成就自己就是成就你的祖先，一人得道九族升天。啊，今天中午我跟师母到山上来，他很少上来，啊，阿姨啊，师母的弟弟一起在用餐的时候才告诉我说，他有时间啊，就会到彰化某某地方去拜妈妈。啊，然后说我说妈妈去做妈祖啊啦，去到几个庙去做妈祖啦。嘿，他去成道，成就为天上圣母的果位啊，高呀！哦，好啦，我你得开去。行，感谢，拜拜。妈妈，你是不是这间的主席是不是你？妈祖是主席嘛，天上圣母啊。啊，你才拜嘞，哭哭哭，三杯毫不犹豫的，以后都唔敢拜杯了。啊，因为知影，家己妈妈就是迄间庙宫的主席嘛。啊，天上圣母了啦。他再生众有希望，非常优秀。哦，他这那正义父亲拿来接生，他都到处去接生啊，所以帮助很多人啊。人哪艰苦，伊就甲收惊，包括迄个叫做白蛇。带状疱疹不会走啊！啊，我岳母啊，伊嘛去烤个青草啊，堆堆个的浆，嫁出来，哦，哇哇嘞，第二天就脱皮了，也没有后遗症。现在用 CEE， 你要再痛3年，表面好起来，里面再痛3年到5年，就难过嘞。啊，这个就什么，再次有修，带着生生世世无量劫来所修行的功德，这一生来投胎啊，来转世啊，那么来生一个啊，我的母啊，师母哦，所以他
老了，时间到了，81岁，啪，画照了照啊，81岁呢，吼、哦，俗话说就呼吸也了，人想给他拍戏啊，哦，这画照了照啊，照哪里？因为迄间庙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啊、已经开始为他为交接啊啦，吼、哦，天上圣母的国位啊，为交接，啊，伊就去啊坐位啊啦。哦，所以我们在世界上，一熬你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，尤其是书信班法师讲师们，你一熬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有庙堂的地方，你们好好修，都有机会去做主人。我去到遐个时咧，拜托你捧一杯茶出来请我。哦，那你要出来，阿叔啊，我在这里啦，在这里当。主神啊，做诸神啊，哎呀，你们成佛、成圣、成神，啊，成为上帝的化身、天神的化身、老祖的化身，啊，百千亿化身嘛，还搞困难，所以老祖叫人一直诵经，诵经者就是你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。就是老祖的化身，天德经、安心真经、风水真经都是老祖的化身呢，也是法身和圣身。5000年来，没有人把这个法这么了了分明，破灰火打开斋。哦，所以各位同学们，啊，咱好多的修行人，拢知影拢唔讲。哦，我们你免惊啦，你的威我未跟你讲啦。哦，他们的国位神位，啊、哦，这美国哇，我他那是佛，啊，怕我跟着一起修，我也可以降低位去接了，不会的，你放心好了，你修很好，我修不好，我当那边佛寺里面的门前，扫地的过门嘛，没卖啦，因为过门诶，信徒拿不进来，好、哦，阿伯来求见主神的时。过门啊，爱动头，一再当起来呢，也不错啊。但是总不会跑到地狱里面去吧？所以，我们诵经，看你诵经、念经的功德有多少，你就成就有多少。阿弥陀，讲起来挺简单，有困难不？要会诵经，等下关键的。哦，家己爱修行啦，哦。好啦，那供奉仙佛起来有因啦、啊，今日事宜啊，所以好多信众大德来到仙佛寺，奇怪，中间供阿弥陀佛，左手供王禅老祖，右手供观世音菩萨，啊，有仙有佛，但是多一个就是心，佛心、道心、神心。仙的心总称为天心、啊、所以进入我们来这里进入这个法门来，你看到仙佛寺为什么叫仙女佛、啊、是有原因的、啊、你不知道原因在外面说我佛比仙大、欸、胡说八道，你没有悟什么都小，你悟了什么都大，哦，你不悟，好像晚上你得到一盏小小的萤火虫而已。你悟了，太阳会照了月亮，日月生辉，大地春回，那即是佛光普照的境界啊！祝福各位。Thank you.
心成佛，天下。